investing across Africa. At the level of the African Union Commission, His Excellenc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on of Comoros, to... 联合声明经过与会各方友好协商, 凝聚了我们的共同智慧, 体现了中非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共识, 彰显了对非洲一体化的坚定支持, 将向国际社会发出中非团结合作, 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时代强音。 Brother Changa, the African Union. 我们都坚信，非洲一体化走得实，中国和非洲各自现代化事业发展的好，就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就是为国际公平正义贡献正能量。 就是为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树立典范。